梁朝伟和刘嘉玲虽然结婚多年，依旧甜蜜浪漫，令人羡慕不已。7月21日是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，刘嘉玲在微博晒出一张夫妻两人甜蜜的照片，并称真正的爱并非相互凝视，而是共同朝同一个方向凝视。梁朝伟和刘嘉玲5年前在美丽的不丹举行婚礼，正式结束了长达20年的爱情长跑，盛大隆重的婚礼至今被传为一段佳话。婚后的梁朝伟和刘嘉玲因为工作满档，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常常不能在一起庆祝，而今年两人又因为工作分隔两地。酷六娱乐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